淺草、雷滿，我諗你哋香港人都去過 N 次啦，電視台都拍到爛曬啦。不過我帶得你哋嚟，梗係有新地方，仲有啲咧，你哋一萬次都唔會去嘅地方啊！等我介紹俾你知道，你就知噶啦。提起浅草，大家的印象第一时间梗系谂起浅草寺和众建世通雷门前嗰个巨大灯笼。但其实浅草一带有不少值得一去的地方。浅草本身是江户时代已经是一个繁荣的区域，也有很多商户在这里做生意，一直到现在仍然保留住江户时代下町文化的气息。亦有不少老铺在浅草一带经营，所以到现在在浅草街头仍然见到不少的女性穿着和服逛街，亦见到很多人力车穿梭在浅草的大街小巷，有不少观光游客都专程来试搭，甚至有很多日本少女穿着和服搭这种古老的交通工具打卡影相。我自己在日本生活了30年都从未试过搭这种人力车，不知感觉是怎样呢？我想大家成日嚟到呢個淺草咧，都見到好多大隻佬咧揸住啲人力車周圍走嘅喎。其實咧，嗰啲人力車你係可以坐噶，咁咧仲有好多唔同可以選擇嘅喎。咁佢咧有好多觀光嘅地方啦，佢會介紹嘅。最多人揀咧就係60分鐘嘅套餐，佢就會帶你去最人氣嘅觀光地方。不過咧，佢有個180分鐘嘅套餐喎，即係3個鐘頭喎，足足。咁佢會慢慢行，跟住咧帶你去唔同嘅地方，仲會停低幫你影相。不過咧，3個鐘頭我都驚佢哋捱唔住啊，我都有啲過意唔去啊，我都係揀個最人氣嘅60分鐘算啦。大家好，我是東京的家，我叫徐夏新。僕たちの会社は8年目の会社で、東京の浅草を中心に人力車を引いてます。家族連れのお客様やカップルの方も来て、たくさん楽しんでいただいてます。浅草の街をぐるっと回ったり、パワースポット巡りなどができます。浅草では多くの会社が、人力車の会社があるんですけど、僕たちの会社、一番楽しませられる自信があります。僕が人力車を始めたきっかけは、最高のエンターテインメントを作るためにこの仕事を始めました。お客様は海外の方だったり、日本の方だったり、特にアジアの方が多いです。浅草で数多くの人力車の会社があるんですけど、僕たちの会社は一番楽しませられる自信があります。浅草の賑やかな下町だったり、パワースポット巡りもできる会社です。浅草で最高の思い出を作るために、僕は会社を始めました。ぜひ浅草で待ってます。こんにち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終於有機會坐上淺草的人力車了。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剛剛坐上人力車了，覺得很穩定，因為現在未開始走的。有個很英俊的哥哥叫做樹下興，他就會帶我去淺草觀光了。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お願いします。走吧，我哋出發啦！東京力車帶我哋去淺草觀光。哇！我哋出咗呢個街道裏邊喎，而家咧就去緊嚟。哇！今日咧啱啱好啊，有少少咧秋天嘅氣氛啊。我見到樹下先生咧，佢咧左望望右望望咁樣望。どこ？浅草の顔の。雷門が目の前に見えてきます。雷門じゃ、我哋前面啦。あの雷門の真ん中に提灯が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ですね、雷門って書いてある、はいはいはい、あれ実は結構重たくて、はい、実は700キロ。700キロも、あの提灯だけで700キロ重さがあります。へえ、はい、雷門嗰個燈籠原來有700公斤咁重噶，真係唔講你唔知啊。社夫のお仕事はもう長いですか？そうですね、あの1年くらいやらせていただいてます。1年、我做了1年。楽しいですか？楽しいです。好開心。你開心我都開心。哦，又行啦，我哋咧隨風而飄滯。咁咧好多旁人咧都望住我哋喎。じゃ人力車は、はい、自転車と同じ軽車両の扱いになります。あ、なるほど、はい、なのでこんな感じで車と一緒に車道を走ったり、うんうん、はい、歩いたら歩行者と同じ扱いになるので。あ、
横断歩道。そうなんです。横断歩道も歩いて渡れちゃいます。すごい。一番重いお客さんは何キロくらいだったんですか。そうですね、200キロぐらいのお客様は、お二人合わせて200キロぐらいのお客様は乗られたことあります。人力車的限制是250キロ，佢載得最重咧就係200キロ嘅乘客，咁咧仲有50キロ啊，佢咧可能咧有另外一個挑戰。で、こちら見ていただいたら、はいはいはい、キティちゃんがいます。イエス、キティちゃん。今は目開けて起きてるんですけど、はい、実はお店が閉まるとキティちゃんもパタンと目を閉じて、そうなんですか。寝ちゃうんですね。そうなんです。佢哋啲車夫咧。好熟呢度嘅地方嘅喎，因為咧問佢啲乜嘢問題咧，佢即刻都可以解答到喎。咁而家咧，我哋就去到一條橫街。今我通りしているとこ、たぬき通りという通りです。たぬき通り。こんな感じで、はい、赤いボックスの中にたぬきさんがいます。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この通りに。呢個就係雷虎道。です。狸貓。狸貓。狸貓。女狸貓啊，佢咧用咗一千年時間咧去修練咧，跟住咧。这个天神咧就俾咗一个位置佢，咁咧呢个女狸猫咧就系喺呢个狸猫道咧最出名噶啦，呢个亦都好适合咧大家嚟影相嘅。ここのタヌキさんは、はい、一つに二匹のタヌキさん。二匹、そうですそうです。女性のタヌキさんと男性のタヌキさん。男女喎 ，couple 嚟噶，应该佢哋，咦，男仔又打住领呔，女仔又着住条围裙噶，应该都系夫妇嚟噶啊。夫婦タヌキですね、やっぱり。そうです。夫婦タヌキって日本では読みます。夫婦タヌキ。夫婦嘅狸貓。そうです。淺草六區通咧，原來有好多 entertainment 咧，都係喺度開始嘅，例如電影院啦，或者係水族館啦，仲有其他嘅地方咧，都係喺度開始嘅，仲有好多咧搞笑嗰啲藝人咧，都喺度咧做啲搞笑 show 噶。この通りは、はい、日本の江戸時代の街並みを再現した通りで、はい、200年前から400年前の通りを再現しています。如果大家想体验江户时代的生活，最好就要来全法院通。真的好像有一点点这个女王出巡一样，下面那些都是我们的平民。这个新的重建世通就有很多不同特色的食品喎，佢話嗱，呢度有天婦羅啦，天婦羅噶，係嘛？哇！你睇下天婦羅嗰個大公仔咧，佢真係好似好好味咁啊！晴天一柱啊，Sky Tree 就喺我旁邊啊！我哋咧雖然坐咗15分鐘啦，阿樹下先生咧，佢個步伐咧仲係好輕盈噶，佢咧仲會一路拉車一路介紹喎，我真係覺得佢好專業啊！其实东京力车除了有男车夫之外，你亦可以选择女车夫。すごい綺麗ですよね。あ、本当だ。呢条通叫做六梦通，喺条路嘅隔篱咧，其实就一条河嘅。咁咧有好多嗰啲观光船咧，其实咧都会喺条河嗰度行噶。如果你在淺草坐觀光船的話，除了看到呢個淺草之外，你還可以看到很多Sky Tree 的風景啊，還可以咧透涼啊添。呢個坐六夢通咧，原來真的有很大的夢想噶，因為咧呢度條路的兩邊咧全部都是櫻花樹嚟嘅。如果櫻花季節嚟的時候咧，就會見到櫻花滿開噶啦。喺我後面就係 Tokyo Sky Tree 啦，見到最靚最靚嘅景啊！呢度就係、是。哇！我哋而家行緊過去呢度，哇！淺草橋，跟住仲有呢個朝日啤酒同埋 Sky Tree 都喺我前面啊！好開心啊！我哋而家過緊條大橋啊，喺我前面咧，呢個 Sky Tree 越嚟越大啊，真係好勁啊！
好開心啊！雖然短短呢個30分鐘嘅路程啊，但係咧識得多咗好多呢個淺草嘅歷史之餘咧，仲有好多咧鋪頭咧佢介紹咗俾我咧，我真係好好想試一下嘅。喺我前面咧就係呢個朝日啤酒咧，同埋呢個 Sky Tree 啊。希望咧多啲咧人客咧嚟坐呢個淺草嘅東京列車，跟住咧可以識多啲個歷史啦，仲可以咧攞多啲個旅遊嘅回憶添。坐完人力车，而家就带大家去仲见世通商店街逛一逛。仲见世通是日本最古老的商店街，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仲见世通商店街两旁林立约莫有90间的店铺，从怀旧玩具、手信、人形烧到各式美食都有。仲见世通左右两边仲有好多横街添。全法院通是浅草仅次于仲见世通第二有名的商店街，它保留着最传统江户时代的特色。另外两旁也有多条半室内的横街，新仲见世通和观音通，圆拱形的天花十分有特色，还可以远眺到东京晴空塔。新仲见世通里面有不少特色的食肆和和服店。仲见世通商店街尽头就是浅草寺，浅草寺创建于628年，是东京里面最古老的寺庙之一。现在就等我为大家介绍几间仲见世通的店铺啦。私たちのお店門下堂と申しまして、2021年に作ら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お店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こちらのお店ではイラストレーターさんの方とコラボしたよもぎのフェイスソープですとか、あとは門下堂のいろはティーというハトムギ茶のお茶、またヒノキのルームフレグランスなどを置か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お店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このこちらのお店では日本人の方や外国の方、さまざまなお客様にご来店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また、右側3軒目の向かい側のお店も同じく系列のよろし化粧堂というお店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ちらのお店では、365日絵柄の異なるハンドクリームやリップバームなどを展開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どちらのお店も、日本人の、若い女性の方だけではなく、外国の方も、たくさん来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お店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ぜひ、足をお運び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門家堂原本是一家歷史悠久的專業化妝品製造商，已經大約有100年的歷史。門家堂以品質至上的精神，創造了一系列充滿細節和印象的化妝品，就例如同藝術家合作製造了一系列的產品，亦有不少加入淺草和雷門的設計，有用之餘大家亦可以買來做手信。呢間よろし化妝堂咧已經成100年歷史噶咯喎，佢之前咧定係做批發嘅，不過咧喺2020年咧喺仲見世咧就開第一間零售店。日本嘅冬天因為太凍啦，所以咧潤唇膏同埋手霜咧係女士一定必備嘅。咁我每一年咧都會花好多唔同嘅心思咧去揀潤唇膏同埋手霜噶喎。呢度咁多唔同嘅靚 design 嘅手霜同埋潤唇膏，我都買翻啲送俾自己同埋送俾啲 design 嚟嘅朋友先。俄罗斯是一个古老的词，意思是好。品牌的宗旨是用心和爱去为女性制造最好的肌肤护理产品。俄罗斯化妆堂除了有不同的化妆和护肤品售卖之外，最特别的就是他们有为1年365日专属日子设计的润唇膏和润手霜。很多客人都会买指定日子的产品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朋友，相信收到这份礼物都会感到送礼者这份心意。天氣好熱啊！等我買翻個軟雪糕食下先。呢度咧叫周和喎，有好多唔同款嘅喎，佢有銅鑼燒啦，又有嗰啲咧好似意大利嗰啲咪雪糕嘅喎。不過咧，我最想試嘅咧就係呢個番薯羊羹軟雪糕，400日圓。呢個咧真係好方便啊！因為咧，就算你唔識講咧，你識睇就已經 OK 啦，同埋俾錢。哇！這個就是番薯羊羹軟雪糕喎。呢間周和咧，1902年已經開業噶咯，即係明治35年喎。哇！試下去個雪糕係咪真係好好味嘅先？不過記住喎，喺仲見世一路行唔可以一路食嘢嘅，一定要企定定啊。
除了重番薯味之餘，它的奶味都還是很重的。這個可能應該是番薯片來的，等我試試。嗯，好脆，真的索索索索聲啊。其實這間周和呢，不止只是這間店頭的，它有幾間店頭的，在它旁邊呢就是賣人形燒啊，賣些羊羹的，斷估200年前都不會有雪糕賣啩，我想都是羊羹和人形燒比較多。不要搞那麼多了，吃雪糕先。這間周和創業120年以來，一直以自創的番薯羊羹作為招牌食品，隨後還有人形燒、紅豆丸、藍餅、大餅等甜點。現在周和在眾建細通已經有三間分店，除了有日式傳統甜點之外，近年還開始賣雪糕、軟雪糕、雪糕冰等新一代的甜點，另外還有一些淺草特別版的食品推出，真是與時並進啊。這間就叫做五屋，它是專賣燒餅和米通的，你可以散賣之餘有很多套裝的，這兩個都是九款，但有十塊的，這個就是普通燒，這個就是炭燒。最特別呢，它就是用這個月光米和紅花油的，比較健康一點嘛。我們日本人呢，一年四季一定會有燒餅在家的，我呢就一路看劇一路吃燒餅，因為我不喜歡吃薯片的，我就喜歡吃米果燒餅最好。柱屋成立在1955年，招牌食品是炭烧煎饼和炒米果，全店共有食品种类超过70款。为了吸引游客选购不同的食品，均有套装发售，客人就可以一次过吃到多款的味道，亦令有选择困难症的客人都不用花时间去选。这间就是山下智久推荐的烧饼店。我因乜嘢要介绍呢间铺呢？因为我有啲偏心嘅，因为我好中意山下智久噶嘛。呢间一分屋最出名嘅就系炭火烧米饼，喺明治17年就开业近140年嘅老店，最多人买就系坚鱼味烧饼同埋酱油味烧饼。另外仲有米果、人形燒、七味粉同埋禮品套裝發售，夏天仲會售賣汽水果汁。另外店鋪裏面有一種三合一嘅套裝，1000元包括米果、人形燒同埋燒餅自由配搭，呢個價錢真係十分吸引。通常燒餅都是鬆脆口感的，但一分屋就出了一款是軟身的燒餅，口感十分煙韌，絕對可以一試。在店的前面更有师傅即场炭烤4款不同口味的烧饼，大家可以亲自一试新鲜烤起的烧饼是什么味道啦。个众建西的朋友就算未帮衬过，一定都会经过，我怎都要介绍的，因为这间是浅草寺御用的嘛。讲起红豆，我就喜欢吃红豆的和果子多啲，不过送礼我一定会揀人形烧，因为它大方得体啲嘛。呢间木村家本店是浅草最古老的人形烧店，自兴应4年，即是1868年创业至今已经155年，自成立以来，他们一直保留着传统口味和形状的人形烧。第一代人形烧是根据浅草4个著名景点而设计，分别是5层塔、雷神、灯笼和鸽子，直到现在仍然保留着4款的形象。木村家亦是浅草寺御用人形烧的专门店，他们亦传承第一代店主研发的配方，用北海道产的小豆、面粉和鸡蛋制作人形烧。除了招牌人形烧之外，木串家还有不同种类的煎饼发售，另外在店铺里面还有老师傅即场制作人形烧。大家可以一边看着师傅表演，一边等着新鲜制作的人形烧。另外木串家因照顾对红豆敏感的客人，他们特意制作了一些没有红豆的人形烧。另外因为所有人形烧都是即日制造，所以常温保鲜期最多为5至7日，如果大家想买回香港做手信的话，一定要计算好时间了。同大家介绍了众建细通好多间店铺，如果要来浅草众建细通，可以乘搭东京 Metro 银座线、都营浅草线、东武伊势崎线，浅草站步行3分钟就到。在众建细通和全发院通交界望向晴空塔方向，就会见到一间拉面店若瑞屋，铺头外面有一个江户时代的人形公仔，这间拉面店在浅草是十分有名。
醬油拉麵大家吃得多了，等我告訴你，淺草就是醬油拉麵的發源地。今天呢，我就來試這個江湖時代的味道。特別一提就是這隻雙黃蛋了，日本相傳吃雙黃蛋就會幸運的，所以這裡的店主呢就在日本不同的地方入了很多雙黃蛋回來，讓個個客人都這麼幸運嘛。平時我家裡就經常整烏冬的，很少整拉麵的，因為很難整到它那個湯底的味道的，麵呢又難整，那1,000多我寧願出街吃啦。拉麵有很多款，我就最喜歡吃醬油拉麵，同埋咧，我都想幸運啊！等我食翻只蛋，食下啲面先。佢個湯味果然係濃郁喎，除咗有啲雞肉啊、豬肉啊，仲有柴魚同埋小魚煲出嚟噶。好濃厚，但咧佢唔油膩。等我試下個面先。麵質咧好幼滑，比起其他嗰啲拉麵店咧，我諗比較幼嘅，佢啲麵係即係唔會咁粗咯。我諗女仔咧可能會啱食呢個幼麵多啲，一定要食呢個 lucky 蛋啊，因為佢係雙黃噶，顏色仲好靚添喎。不知道是哪裡的蛋來的呢，它那個蛋黃味很濃郁，它還滷水得很好味，好味過香港的滷水蛋。可能它都是用一些肉和用一些魚來滾成的湯滷水出來的，所以和香港的味道好像有點不同，不過我喜歡日本的味道多一點。果然江户時代的醬油拉麵有一番不同的味道，一定要 encore。 好味，吃飽飽了，估不到呢我連湯都喝了，我真的未吃過這麼好吃的醬油拉麵，我怕我回不到轉頭，我一定要回來吃。醬油拉麵流傳至今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明代拉麵的老闆是土生土長的淺草人，所以他希望將醬油拉麵繼續承傳下去。要到明代拉麵可以坐都營淺草線，淺草站步行7分鐘就到。淺草除了雷門和重建細通之外，淺草一帶也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值得一去，在雷門兩邊有不少的老店食肆，很多都是日本的傳統美食，不少遊客和本地人都會來光顧。往全發遠通一直走就會看到一條食街 Hopi Street，這條街全長100米，聚集了很多平民氣氛的居酒屋，就好像香港的大排檔一樣，很多本地人喜歡放工之後一大班朋友在這裡消遣。 Hopi Street 一直走到盡頭有一棟商業中心，東京樂天淺草大廈，裡面4樓就是2022年7月開業的淺草橫丁。淺草橫丁就好像香港的美食廣場，共有7間不同特色的餐廳，包括串燒、居酒屋、內臟、韓國菜、壽司、豬肉串、鰻魚等。淺草橫丁裏面以日本的祭典為主題，周圍都有不少日本祭典的裝飾和招牌，亦有不少日本舊式遊戲攤位給大家打卡留念。特別一提就是淺草橫丁有一間和服出租店，大家可以在這裡租喜歡的和服或者浴衣，再幫你們整好個裝頭，就可以到淺草寺一帶逛街了。大家可以坐都營淺草線，在淺草站6號出口步行6分鐘就可以到。要介紹淺草一帶特色的景點，當然要提東京晴空塔。基本上在淺草只要抬頭望向天，就會見到東京晴空塔了，應該大部分來過東京的朋友都會去過或者見過了，所以不多介紹，不過建議大家在晚上遠望晴空塔會比日頭好看。我想讲的就是浅草站至东京晴空塔中间的东京水町。东京水町于2020年6月开业，是位于连通浅草站和东京晴空塔的电车桥下，长达500公里的商店街一共有13间商店。
大家可以沿住河岸边行边去东京晴空塔方向走。去东京水町可于东武晴空塔线浅草站北口步行三分钟就到。经过东京水町就会见到东京晴空塔，而在东京晴空塔下面的商场就叫做东京晴空塔街道 Tokyo Solamachi。 东京晴空塔街道有超过300间以上的店铺和水族馆，店铺的种类还包罗万有，分别有不同种类的食肆、手信店、服装店、日剧和动漫周边的商店等。商店食肆大部分都是1至7楼，直至29楼都是办公室。特别一提的就是30和31楼的食肆，大堂有180度落地玻璃，可以远眺半个东京。当然想要更高更广阔的景观，就一定要去东京晴空塔了。要到东京晴空街道，可以乘坐东武晴空塔线到东京晴空塔站就到。下一集我会带大家到东京站地下街逛一逛，除了看看一番街里面不同的商店之外，还会看看东京站里面非常出名的车站便当，还会介绍东京 Midtown 里面多间不同的商店。下一集见。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就记住去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仲要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条片喎，咁我哋下次见啦 ，see you， 麦得呢。